那我们来看这一句题目。这一个题目呢，叫各位选个城市，将时间位转成16进位。这题题目已经给了限制，设置职位输入0到4095。4095呢，转成16进位，它的最高位数就是3位。所以我们在转换的时候，从16进位的第三位开始转换就好了。从此输入进去，再来呢，我们要考虑到16进位的权重。那权重呢，我们可以来看这张图，这是一个三位数的16进位。A 呢是我们的最高位，它的权重啊是16×16。那 B 呢，第二高的位权重，它是16。那 C 呢？它的权重是一，最低位。那我们要从最高位到最小位开始做，所以我们要从最高位开始做，这就是 n 乘以16×16。那这样子会有个问题，就是16进制，但是10以上的数字是用 A、B、C、D、E、F。而如果我们直接这样除，万一除下来如果是大于10，那我们是不是要额外做转换动作？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写。那要解决这样子的方法呢，可以再设一个暂时的变数。假设说呢，它的数字除下来的结果是小于等于9的话，就直接输出。那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可以再用 if else 的方式去做转换，所以我们要先把最高位计算出来。如果最高位的数字是10的话，就要输出 A；11 的话就输出 B；12 的话输出 C；13 的话输出 D；14 的话输出 E；15 的话输出 F。那如果是0到9的数字，输出原本数字就好，不需要做转换。那处理完呢，我们要做数字截取。再来处理中间的位数。会，这个我先看这张表。中间位数呢，那权重是16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将上面的部分，上面这个部分一样，只要改成16。一样再做减去。那最后一个位数呢，它的权重是1。也是一模一样的做法，各位可以自己去做的，做看看。好，那程式写完之后，我们来验证结果。输入4000，输出结果与办理输出一模一样，自己做到完毕了。